各位观众，这里是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政府大楼前广场。当地时间8月22号下午，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在这里举行仪式，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白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。李强抵达时，戈洛夫琴科在下车处迎接。你好，你好。军乐队奏中白两国国歌。随后，两国总理共同检阅仪仗队，并观看分列式。